最爱的电影是漫威，国内的一些战争的片。我最近听自己的歌，因为演唱会别人都不会的高难动作武术，喜欢圣罗兰香水的每一个味道，然后喜欢粉色、黑色、白色，喜欢数字68。出门需要准备一分钟吧，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，但是也会整理，比较爱干净。睡觉必须关灯，不能有一点灯，要不然睡不着。我有一只狗是 Candy， 今年3岁多了。我是一个感性和理性都有的人，最怕的事情就是感情上受伤的。写歌时的习惯就是灯关上再录音室。